大家好，我是 Minda， 又同大家见面了。上一次咧，我就同大家介绍了北部都会区未来的发展潜力，当中锦上路站大型发展项目柏龙更加是万众期待啊！今日咧，我就会同大家嚟睇下柏龙的示范单位，仲有佢嘅超豪华会所啊！大家系咪好心急呢？快啲跟我行啦！柏龙第一 A 期由两栋共四座大楼组成，提供715伙住宅单位，涵盖咗一房至三房。户型多元化，项目都特设双入口，分别连接翻港铁锦上路站的 A 出口和 D 出口，住户就可以免受天气的限制，直达港铁站啦。项目的布局优势令到单位可以享有两大景致，其中一面能够尽享13.5万平方尺的园林景观，另一边就可以望到翠绿的山峦景致，真是各具特色啊！这个实用面积768平方尺的三房套连个人套房单位，是以第五座白楼 A 六室作为蓝本，单位以云石和金属为设计元素，设计师将厨房的墙身改用玻璃幕墙分隔，增强个空间感。在饭厅这边就摆了一张六人的餐台，时尚的吊灯配衬以波浪切割的云石特色墙，营造翻低调奢华的感觉。设计师亦将个人房改造成私人的工作空间。入去主人房睇下先，主人房非常之阔落啊，可以三边落床。我就最中意呢一个玻璃门嘅衣柜啦。出街嗰阵想衬翻件衫，一眼就睇到晒。另外两间睡房摆咗床同埋衣柜之后，都有足够嘅活动空间。发展商提供咗一个同一户型未经改动嘅交楼标准示范单位俾大家参观。单位全屋采用复合木地板，客饭厅呈长方形，间隔宽敞实用，层与层之间嘅高度3.12米，空间感十足。露台与工作平台合并的设计，住户更加可以灵活地去运用个露台空间，而且窗户是采用 IGU 的玻璃幕墙设计，具有隔音和隔热的功能，外观优雅，可将自然光引入相连露台的客饭厅，营造明亮舒适的感觉。厨房配备一应俱全，选用德国品牌西门子的一系列家电，包括拉烫式的抽油烟机、电磁炉、蒸焗炉、雪柜及洗衣干衣机，而三房单位另有气体煮食炉及微波烧烤炉添。另外，除单位附送的空调，仲是冷暖变频的空调嚟噶。而在浴室方面，配备了特色的智能镜柜，包括了夜间自动开关模式和三种调光的功能，更加设有动态的感应器，节能环保设计非常贴心啊。单位的大门采用 Luckily 的智能电子门锁，配备全球超过30项专利的实时变更数字键盘，亦包括了指纹开锁、蓝牙、RFID 智能卡、实时视讯通话、门钟和锁匙等开门的功能。而在客厅、主人睡房和浴室都有 USB 充电插座，单位亦有 5G 的网络和 Mesh WiFi Router， 达至家居网络全覆盖啊。跟住我哋睇下呢个实用面积474平方尺嘅两房单位，系以第三座白楼 A 五室作为蓝本。单位同样以云石配合翻金属为设计嘅元素，客厅就放咗一张云石嘅四人小餐台，同云石嘅墙身互相辉映。开放式嘅厨房设备齐全，工作空间充足。设计师将客房以玻璃墙身作为间隔，增加个空间感。主人睡房位于睡房区的末端，空间宽敞，可供三边落床。浴室亦都贯彻了浅色的云石风格。发展商同样都提供了一个同一户型未经改动的交楼标准示范单位给大家参观。
最后，我哋睇埋呢个实用面积356平方尺嘅一房单位，系以第二座八楼 A 二室作为蓝本。睡房间隔宽敞，预留咗衣柜嘅位置，住户可灵活摆放家私同埋装饰，并备有玻璃幕墙嘅窗户，加强翻个空间感，同埋将户外嘅自然光引入室内。而单位嘅浴室唔需要经睡房进出，方便住客宴请朋友时仍然保留翻私人空间。睇完我嘅介绍，你系咪好想亲身嚟感受一下咧？咁就要快啲联络我哋美联物业专业团队预约参观啦！下一集我会带大家睇埋柏龙嘅超豪华会所啊，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啊！